我叫吴海英，海不是火字部，是水字部。水字部，他们同名同姓，却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。长得很美丽的真的李英爱，跟丑不拉几的李英爱，念的是同一所学校，你能理解吗？吴海英，我只是普通的吴海英，普通的吴海英。这位是要帮我们公司做品牌重整，带领 TF 小组吴海英组长。吴海英对吧？哎，是我是我是我，同名同姓，住同社区，念同一所学校，现在还变成同事，你不觉得很烦吗？是我搞成这样的吗？命运又将会把他们带往何处？又是吴海英，我来戏剧台，敬请期待。我叫吴海英，海不是火字部，是水字部。水字部，他们同名同姓，却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。长得很美丽的真的李英爱，跟丑不拉几的李英爱，念的是同一所学校，你能理解吗？吴海英，我只是普通的吴海英，普通的吴海英。这位是要帮我们公司做品牌重整，带领 TF 小组吴海英组长。吴海英对吧？哎，是我是我是我，同名同姓，住同社区，念同一所学校，现在还变成同事，你不觉得很烦吗？是我搞成这样的吗？等一下，命运又将会把他们带往何处？又是吴海英，10月21日晚间10点。